大哥，我很后悔加入黑手鬼，加入东兴帮啊！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不想像傻桑那样啊，帮你背个黑锅，在苦窑里蹲了五年，现在连安家费也没有。我也不想像大个儿那样，在石峡尾跟红星帮火拼，手脚被人砍下来，眼珠子都被挖出来了，肠子流得满地都是啊，还被人蹲到大水沟里面，连尸首都认不出来了。操你！你他妈那是唬我还是求我？你在关老爷面前发过毒誓跟我，现在说不跟就不跟。我真的很后悔加入黑社会。我现在跟你算清楚，上回你捅娄子拿了80万，你怎么跟我交代？是我来的，你只顾着自己，跑路到荷兰，你什么都没做过，钱拿的比我们还多。居然拿刀子捅我！我今天要不执行家法，以后我怎么待你？关老爷，拜你有什么屁用啊？做小弟的都拿刀子捅大哥了，操你妈的！出来混的没有一个讲义气的，你那套过时了。好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吃饭去。